你看我们中午吃饭的海滨餐厅 ，local 的，没有中午吃的。哇！你看这边的旺季哦。这个重机的，来，那今年的风筝节就要结束了哈，欢迎各位明年继续来参加我们石门的风筝节。明年都有，到目前为止第十八年了啦哈，所以说呢，来吹吹海风，看看那个热闹的景象，还有人放风筝给我们看。我比较喜欢看人家放啊，自己比较不喜欢放。放风筝要定在那里都不能动啊，那个看别人放的话，还可以到处去走。两旁的车子哈停到这边过来了哈，这个路边这个是停车啦，不是那个等红灯的。来，我们看。